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，我是佳佳。开始之前，想要提醒大家，记得订阅我的视频和设置通知，这样如果我有新的影片和最新魔术消息，大家会马上收到通知，谢谢。今天跟大家研究的是 Impossible，中文名字叫颜色卡预言，是 Hank 的作品。魔术效果方面，魔术师手上有五张不同的颜色卡，观众手上也有五张不同的颜色卡，他们一张一张的放在桌子上。神奇的是，当纸牌翻开的时候，它们的颜色是一样的。这一个魔术包含十张颜色卡和一个教学影片，影片长11分钟37秒。有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，这一个魔术适合现场表演，因为没有任何角度问题，颜色卡也可以交给观众检查，不用自己制作道具，颜色卡可以马上使用，不需要任何魔术手法。示范影片上的表演是最理想的情况。每一次表演的情况都有可能不一样，但是影片有详细教导如何处理不同的情况。建议多练习不同情况的处理手法，同时我也建议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把牌面向上。这样就可以让练习变得更简单。提供的颜色卡数值有点像大富翁游戏的卡片，不是一般扑克牌的数值。表演过程需要有好的注意力、好眼力和好的临场反应。如果不喜欢使用颜色卡，同一个原理可以用在特制的纸牌上。颜色卡预言携带方便，但是效果超乎想象。在这里，我想要感谢 Murphy's Magic 的帮助，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。如果大家对这一个魔术有兴趣的话，请到各大 Murphy's Magic 的特许经营魔术店购买。谢谢你们的收看。不要忘记关注我的视频和留言给我哦，下次再见。